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台北政坛呐、最近有两件大事都跟性骚有关。第一个是绿营爆完了 Me Too 事件以后，没想到名嘴界也爆出了 Me Too 事件。那第二个，这些 Me Too 事件的主角几乎全部都是公众人物。那换句话说，性骚案的延烧在台北政坛已经成为了显学。我们今天针对这个问题，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华人智库董事长、哲学博士欧从进欧教授，跟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台湾的性骚案一直烧到了今天，足足烧了12天还烧不完。欧教授好。有啊，很好。请问欧教授，您认为这个性骚案，民进党也有，国民党也有，当然民众党也有，三党其实都有。那这个性骚案为什么烧到今天还烧不完呢？欧教授，这是有人刻意的在媒体上操作，而且呢，准备呢去酝酿巨大的政治旋风，所以这个政治旋风啊，必须一直达到后面操作者的目的达成以后呢，才会停下来。而目前其实只是刚刚开始而已，还没有真的烧到所谓核心的政治人物。核心的政治人物就包含着目前正在参选大位的三个人。有华哥，对的，因为现在哈，我知道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他们现在都很烦恼，因为啊，这个性骚一直烧啊。赖清德也上不了版面，侯友宜也上不了版面，柯文哲也上不了版面。况且他们现在一上版面都是负面新闻，绝对不是正能量的，都是负面新闻。我现在我想请教欧教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先谈民进党好了。您认为民进党这一波 Me Too 事件会不会过去？那未来像国师也好，像包含赖清德身边的几个人也好，会不会因为性骚案而爆开？明确的说，一定会，只是整个媒体版面有多少？因为毕竟啊，现在距离大选呢，大约就剩下7个月，7个月版面实在有限，而且呢，到大选最后的2.5个月呢，是不太能再操作这个事儿，所以大约其实仅仅就是4个半月，4个半月的时间呢，我们总算，就算他个140天吧，140天能再烧多少人呢？顶多再烧70个人左右。这70个人到底要选上谁？因为啊，很多人想要卡版面，因为斗争借这个时候，所以民众党也好，或者是国民党也好，内部呢总是有些斗争。那么谁知道哪些人有这个毛病呢？会趁机会在这个时候，把自己长久以来看不顺眼的或者是政敌给除掉。于是啊，到底有哪些人可以真的在这波继续被爆出来呢？除了正主以外，其他我们必须说，某种程度上它是有一些几率性，甚至是可操作性的。也就是说，即便啊，譬如说2天后有一个人啊，叫这个张三，假设张三知道他2天后要被爆，他也许可以大举的进入啊，譬如说进入相关的资金啊，或者相关的利益啊，把相关的媒体呢做一下洗盘，于是呢，他可能就被放到更后面一些去。等到实质要爆他的时候，已经进到大选阶段了，他可能就逃过一劫。我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蔡英文或者是其他少数几个人操作者一定要爆料的人以外，其他这些可能有一些几率性和可选择性。有华哥，是的，欧教授刚刚他讲的是政党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再来谈台湾的名嘴界，现在有两大名嘴都姓朱，全部都被爆出来。那他们被爆出来的整个过程当中，我知道那您是学哲学的，你也理解男女之间的感情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被爆出来以后，他们还是嘴硬说"我道歉了"，
只是我脑袋断片。为什么？因为我酒喝多了，一个说不复记忆，但是他们两个都在评论 Me Too 事件，就是评论性骚事件。那您认为蓝营名嘴这样子会不会对蓝营政治生态造成冲击？必然造成冲击，因为呢，出来指控的是干过国民党长期的发言人，而且呢是著名的议员哈，所以这种局面底下呢，将来国民党的发展恐怕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他们的年纪都不大，女主角30多岁啊，这些男名嘴的年纪也都不大，所以啊，恐怕中生代或者是少壮派会产生的一波洗牌的动作。那么国民党本来啊就要指望这些少壮派来重新复兴，现在少壮派里面啊还没复兴就燃烧了这种恶习，恐怕对民众的观感十分的不好。永华哥，那他们为什么说愿意道歉全部忘光了呢？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啊可能在法律上某种程度上如果没有录影带或者是现场没有人记太清楚的话，他认为会坦白从严而不是坦白从宽，因此呢他索性用这种方式把它给模糊掉。那么就看这个女主角本身她要坚持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不是会真的提告，这才是最后的重点。因为这些男生啊信仰着反正案子很多，他只要模糊焦点，最后把时间点拖过去，他们认为反正后头还有别人要被爆料，他们撑不了太多时间。刘华哥，是的，可是在国民党处理的这个方式的过程当中，那我只看到他们表面上是支持钟沛君，也支持那个罗志强的助理，但是回过头来讲，他们好像对这两位蓝营名嘴是不敢有大动作的谴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们难不成他们还是惧怕他们两个还有很大的威力吗？是这样的，因为啊，国民党的党工自己内部呢还挺多有相关毛病的人，那一旦这两个人处分了以后呢，这两个名嘴反咬回来，那可能情况就不妙了。永华哥，是的。所以我们看现在三党都很伪善，那所谓的伪善他们只是哈支持被害人，可是对于加害人，你看赖清德处理严志发的问题，你再看国民党处理朱学恒跟朱凯翔的问题，你再来看民众党处理他内部的事件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表面上支持的是被害人，那实际上对于加害者他们却投鼠忌器，这说明台湾政坛的伪善，我只有摇头一叹。那这段节目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谢谢欧教授。